哎你。哎，吹啊！哦，吹啊！他是红海的吗？然后你压下去有没有？他就。红海做的。手工的，对，手工的，这完全手工。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东西为什么这么 Q 弹，就是因为现做。哦，用手工。哎，那您可以看得出来这费不费力？费力，非常的费力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掌声鼓励？哎，真的是很辛苦啊。而且呢，这还很可能会割到手啊，所以这必须要有技术的啊，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得出来。所以大家都是有福的人，对，今天才能吃到。哇，太幸福了！平常各位哦，我们美会呢这一套绝活，不是任何人随时可以看得到。只要有福气，而且能够和气的人才能够看得到，非常又符合福和堂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要谢谢校长带我们。哎，不敢不敢不敢，谢谢你，有福气的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最重要不是我，而是美惠啊！啊，没有他，我口说无凭。哇，真的不简单，对，不简单。我第一次看到。是是，所以一定要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。这是绝活啊！而且您再看，对，您看到了重点，底下是大灶，它不是用瓦斯啊。啊，您弄过啊？光是起火就不容易了，很难啊！生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对，感动到这样子啊。白米粉很好吃呢，是、那个、有那个焦香，下面就一层那个锅巴，锅巴的。我们的零食都是锅巴，是是。